人为什么登山啊？登山能解决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吗？ 几亿人民只能想着吃饭这点问题，我们这个民族又有什么希望呢？坚持留下来，我们就要承担所有责任。如果完不成任务，自己跟老队长解释。我们自己的神，自己要登上去。答应我。 全世界的各种族人，老周，我为你骄傲。别过来！登上去，活着回来。